希望民主黨咧唔好俾幾個激進嘅大佬所綁架。佢哋民主黨應該盡快適應新嘅選舉制度，回到咧溫和務實嘅個道路上，咁啊民主黨先有出路。嗱，如果民主派咧，如果符合咧我哋個選委會嘅要求咧，咁我哋都我本人都亦都樂意幫佢提名。最後咧，我就代表全國性嘅全體選委向大家宣布，我哋得一個選委咧，將加入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同埋全國政協委員崛起嘅階級活動，一起為60愛國愛港自者同埋推動良政善治、履行自己選委嘅憲制責任。